我发财，哎，没有破洞，哦，没有破洞，没破坑。来电嘛，我物件，十块，啊，十块，好，扛得起，扛得起，好。朱大哥，哎，麻烦你的手摸进去里面，检查是不是有摸进去里面。我看卖内底是不是有十块，这应该会晓了哈。Oh my god！黑布里隐瞒什么神奇魔术，竟会让人精神尖叫？五年新计划，超火才艺大比拼。这个真的很难哎，朱大哥，你想不想试试看？这金枪玻璃。来，看我表演。我看卖内底是不是有十块？这应该会晓了哈。Oh my god！ 你是在怀疑啥，妹妹？朱大哥摸到我的手哎！阿哥来，摸好了吗？哎，摸好了。五十块哈，哎，好，谢谢。我有点着哈。来，于金杰，我也要摸吗？对对对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yeah！ Come on！ 看摸啦，看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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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，真的有十块钱。来，大姐麻烦你摸，有好，来麻烦你哦。哎，不可能呢，这个足简单的代志。大姐，你的手滑了，好烦哦。来，你好滑姐。交出来！哎，你较巧哎，我真的好骗你呢。啊，恁爸六十几年出的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那我要再玩一个，我一定要血池，我要玩扑克牌血池。哦，我们刚刚从牌里面抽出四张一样的。四局十啊，第一个了啊，十的。嘿，对，全款的哦。好，十全十美。要不要检查一次？免检查了。那这个要不要检查？这个要检查什么？你检查看抽草的洗牌，我这拢我拢知，好来。跳，好来。好。四丢。你今嘛搁半变无哈？你莫可以两包。嘿，这三点不落我都连落啊。我现在是把它全部放好，有没有？嗯。放好了哈。四只哈。对。好，现在全部回来了。他把它叠在上面。一、二。三四，哎，四张牌应该都是十啊，都是十了。哦，坑嘞，坑了，放在大力一点，蹦起来，蹦起来，蹦起来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感应一下看上不来了。刚刚那张是放下面，对，现在这张放上面，不是吹，是打，太轻了，它没有下去，哦，再打重了一点，打超低啊，啊，下来了，啊，这个好厉害哦，等一下，十对不对？等一下让我们看清楚你放哪里，好，放最底下，好，最底下哦。本子嘞，呼，嗨，哎，啊，这边的明明，王啦，你要等我变完才能讲吗？没有人这样，我看不出来呢，有啦，我有看到啊，你的动作我笑了，那这一段我们就插中间了，好，看他插哪里随便了，插中间，插一下，我都变不下，因为这个 OA 嘛。哦，对，没有人这样，我哪能看无啊？哪里怎么样啊？我无甲你闹开啊！啊，我有看到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本来我都不会，我是输教输甲会晓。你去用教乖啊？哎呀，搞我尖叫尖叫，我抓到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错了，很好了。谢谢。哎呀。
台妹天团果然名不虚传，面对德高望重的台客教父，丝毫不会怯场，彻底展现出最原汁原味的台妹旋风。紧接着全新单元要来喽，福哥会社过年发红包喽，五年新企划登场，万能交易所，这是一个才艺对象运气的惊险游戏，你将有机会从六个箱子里挑选出高额奖金，只要你来到这里展现出你那过人的才艺，就有机会选择哦，最高奖金将高达20000元。Thank you， 欢迎收看万能交易所。有什么问题先？我因讲因，恁拢听有无？我古怪，我著听无，恁来听有？因拄仔就是讲小米的 money 啊。哦 ，money 现金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恁比我较爱听哦。啊，这哦这赞哦。安怎？这六个拢好哦。这六个拢袂歹。唔是你看黑啦。大腿水。今麦那唔是你看黑呢？啊，袂袂创话。看因的黑熊啊。里面都有钱啊！啊，里面是藏偌济钱？上加有20000块。哦。啊，上幸运的人，20块。啊，也袂。哦，我来觉得落去很接落来。啊，就表现无好，就20块。啊，20000块是现金。现金吗？啊，20块。悠游卡。哦，安尼那起哦，这抽着20块，迄个就真正来买乐透就对啦。一定会中大奖啦。无够啦，20。要买五十的，你够足了解呢。嘿啦，嘿我拢，嘿我拢知啦，我无爱讲呢。嘿啦嘿啦，安尼头一个什么人？头一个这无简单，这是来自新庄的徐雅恩，伊要表演啥啦？伊是表演扯铃，伊是全国最小幼儿组的扯铃冠军。我们欢迎徐雅恩。哇，雅恩，徐雅恩。别看他年纪轻轻的哦，他可是全台最小的扯铃冠军得主。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诸葛亮。哦。最少要叫诸葛亮阿伯，不是直接叫诸葛亮，你是阮大阿妹。对，再叫一次。诸葛亮阿伯。哦。这小孩子太聪明了。五岁呢，就在地方表演，我看你表演了安怎？吼。看你有迄个福气，迄20000的有无？我甲你讲哦，迄个掉20000的，含迄个煞娶转来。啊啦，才五岁尔呢。五岁娶转阮老爸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开始，哈，我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徐雅恩带来的扯铃表演。在这里，这讲捌得冠军，全国的冠军呢？啊，你一回上少哎，啊，你学扯铃学多？不，不是啦，不是我这前面我不是骂伊呢，我不是骂伊，唔正惊。不是啥，我不是讲唔对啦。五岁尔，五岁尔，五岁就得冠军咯。哎呀，你学偌久啊？4年，学了4年，你一岁的时候就会扯铃哦。哦，那一岁的时候阿伯还在包尿布呢。你在咧讲我的代志，你敢咧甲我装笑的？你今年5岁，你学4年，
啊，你是伫咧白头发在咧练啊，你明？对唔对啊？是真正啊？是真的，真的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是。嗯，啊，因老爸嘛是，甲我讲白差。